那天拍一个杂志，然后我就在无包装商品店买了这个。洗碗、洗澡、洗蔬果，来试试吧。油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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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妈说她都会以为这个是酸梅粉，不是酸梅粉呐、啊，就是你要用的时候打开它，长这样，看起来好像很香的感觉。然后我会倒一点点在这上面，呀呀呀呀呀呀。应该这样就够了。哎呀呀，这可能太多，很方便的哦。等一下搓一搓就好了。好，开始洗。我要开始洗碗了。奇特的味道，这个就倒太多了。我觉得真的洗得很干净，一点都不油。试试吧。